由于在 co-op 那就下雨，从 co-op 那营地出来之后呢，还是下雨，准备就是说停下来歇一歇，然后等雨停了之后再走。现在呢，我来到这个营地呢，就是在 Burns Lake 这个村子的营地，位于35号公路旁边，距离16号公路有600米左右。它在16号公路的南边，它在旁边守着一个公园，它可以免费待3个晚上。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，可能3天之后可能就要晴天了，那时候我再继续往前走。这个营地呢，可以篝火，可以野餐，但是呢，它不提供水电。它这有一个公用厕所和，可以有垃圾桶。在它不远处呢，它有那么一个，倒垃圾的一个地方，那里提供的生活用水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有很多颜色非常漂亮的小鸟。在这几天可以聆听鸟的叫声。